爸爸，你也听到了，我会因为你让赶出这个家，你出事就是注定会毁掉这个家。不因为我不能让你出事，请你原谅妈妈。你家己也唔知咯，我今仔日就予你做替死鬼。我头公公也唔知是安怎。安尼，我送你来病院啦。因为我要去公司。我嘛要去公司，阿婆我陪你做伙去。我知影你无想要看到我，啊，不过你即摆看起来人足无爽快的，予我陪你，安尼较安全。我来拿就好，谢谢你哦。喂，教授，我寄予你的资料，你敢收到啊？啊，你敢看过啊？无问题就好，真正是多谢你花这么多时间跟我讲这么多重点。我一定会请公司哦，跟你讲的这些重点，当作是阮妇产科病房的规划原则。嗯，好啊好啊，多谢你呢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问题吼，我再打电话跟你联络。囡仔明明就是家己歪滴的，竟然阁会当假到遐尼啊伤心。我以前想过看见蔡韵如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那阮韵如人好好，啊无代无志的跋倒？老师，你害死我的囡仔！你明明知影我有心，又给我扯落去。我要抱你去楼梯卡！你吃好你吃，你心肝有够凶嘞！你给我金丝盆来，你给我金丝盆来！迄种有位身份是有些人袂用得用，要若无可能的楼梯，我是不是应该爱甲伊讲啊？对啦，你看，你看这囡仔衫是毋是足古锥的？我之前阁无感觉。啊，即摆哦，看到这红鞋的衫，我真正开始有淡薄仔期待囡仔出世啊！哎，这几天若是有闲哦，你嘛陪我来拣一寡囡仔的衫好无？这啊拢是查理买的，我嘛想要家己拣。要做妈妈的人，搁这么不晓照顾家己的身体，我哪着遐尼健步？若真正闹体，嘛是爱怪家己啦，因为伊根本还袂准备要做妈妈。根本唔免咱出手啦！菲利克小轩是一个糊涂的妈妈，
伊无迄个心，要好好照顾伊个囡仔。啊，若是有啥物万一，出啥物意外，那迄即个囡仔就自然无去啊。这是讲啥？你听甲真清楚啦，我无需要讲第二遍。我妈甲查理即摆甲柯小萱当作哄笑咧哄台，伊哪有可能出啥物意外？刚刚这个意外是你跳过去造成的？不是我，我是在柯小萱的房间看到伊用一种会当舒眠的精油啦。啊，不过内面的成分哦，有可能造成有心的人会漏体啦。啊，伊根本无去注意到。你拢完全无甲提醒。贾明月，想袂到你比我搁较歹哦。用这种手段，比发生意外搁较高明，搁较凶。安尼，咱的手根本唔免拔过啊！只要徛在柯小萱的身躯边，看伊自生自灭就好啊。你这个坏女孩，我根本无安尼想啦。我是感觉讲，做一个妈妈应该爱做功课，去了解讲有心的人，什么代志会当做，什么代志袂当做。阿叔，伊若真正老体哦，都爱怪伊家己啊啦。对，你讲了对，这一切拢是柯小萱的唔对。既然伊这么爱精油，安尼咱就加送伊几罐。你去研究看卖，看什么款的精油会当造成伊老体，咱就当作是送予伊有心的礼物。柯小萱伊用的精油是伊家己买的啦，是伊家己做得来的。啊，卡苏那是换我买来送伊，就是跟我有关系啊。陈明月，你莫阁假啊！你嫁来阮家这么侪年啊，连一点都拢补袂出来。人柯小萱还袂入门，伊巴肚内底就金孙啊！你的日子会愈来愈歹过，你家应该真清楚。所以我真拍拼，一直咧想办法，要让家己有心啊。也唔过，你着万一一卡步啊！伊即马巴肚内底囡仔是大孙呢，你安那拼拢拼袂赢伊啊！而且柯小萱又搁娇又搁阿爸，伊早晚用大孙，还搁有大嫂的气势，还搁你无得喘气。无咧卡，伊搁会伫我妈的面头前，还搁讲你的歹话。我是替你感觉真悲哀啦。即马天成集团的接班人是查理，唔是有亮。即马巴肚内底有金孙呢，是柯小萱，唔是你。安尼以后，恁翁仔某伫咧厝内，拄到因两个，永远拢会矮人一截。